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养鸡。好，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，我今天来也不是为了跟你吵架的。你怎么了？我烦。哼，烦是正常的。 咱们太奶奶那边结婚的时候，还得嚎啕大哭呢。你别招我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麻烦给我两张今天晚上去上海的票。今天没有到上海抽票？没有啊。今天晚上去上海抽票卖完了。 太晚了，我得走了。你饿吗？我再请你吃个饭吧。以后吧。没有以后了。怎么就没有以后了？你都快嫁到上海去了，咱俩哪还有以后？ 不提这事儿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还爱他吗？不否定那就是肯定，你真的还爱他。 不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能让你这么不顾一切？他呀，就是一个没有良心、也没有责任心，基本上就是两心全无的男人。那我就真的不明白你了。我也不明白我自己呀。我以前跟你说过，一个人可以在眼神不好的情况下被石头绊倒一跤，但是。 如果他被同一块石头绊了两跤，那么这个人的愚蠢真的是不能被原谅的。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是吗？不是，你到底是我什么人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？是，我是你什么人啊？就当好歹咱俩相识一场。我不想看见你千疮百孔、焦头烂额的从上海逃回来。 今天可能是咱俩最后一次见面，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说会儿话吗？你说吧。我不想。古梅让我。 跟他去深圳开公司，年薪40万，你说我去吗？去啊，多好的机会，你干嘛不去啊？这是你心里话？也是你的心里话啊。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我是怎么想的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杨炳超是怎么想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谁都不可以依赖。 我必须自己摸着石头过河。好，我跟古梅去深圳，你跟杨炳超去上海结婚。
咱俩永远不要再见面了。房子还给你。哭之前，你赶紧滚远一点好吗？说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没想。你得想想啊。干嘛？你说你都三十多了，我也快四十了，是不是？咱这跟谁过，都免不了给人家当后爹当后妈。这滋味我试过，他不好受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以前对不住你。我今天给你赔不是了，咱俩复婚以后，我保证跟你好好过日子，你看行不行？行，干嘛？我跟你说啊，我都过了半辈子了，我可不想屎窝挪尿窝。这是我攒了3万块钱，咱俩复婚以后，这钱啊，你拿着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急死我了！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火车票了。明天？对，明天机票没有了，我买的是慢车票。你怎么这么着急啊？不是夜长梦多。要走你走，我不会走。怎么了？喜欢上那个男人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你的眼神就骗不了我。你既然这么懂我，你怎么就感觉不到我一点都不想跟你回上海结婚啊？哼，你不是一点都不想，只是你想等我完全说服你。盛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还能找到一个像我这么了解你的人吗？回来了吗？啊。调调怎么样了？我没去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放了。好。哎呦，慢点吧。放哪儿？
李阳，啊，饭好了吗？好了。哎，你妈说我什么了？我妈没说你什么呀。不可能，你妈能放过我？哎，你别老把我妈说的那么不好。你妈现在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用一种词儿来形容叫忽略。不过我无所谓，这样挺好的，让我自由自在的，没负担。丁，啊，丁，哎，你吃不吃饭呢？啊，吃，好了，来了。淡了。淡吗？今天流水多少啊？3000。不算多呀。我这一个人领2个棒槌，那我这个就不错了哈。哦，也是。他说的有道理。腰杆挺硬的啊。耀辉，你明天要是还不来的话，咱们得少做一袋面了啊。行啊，听你的呀。嗯。我还没死呢，这家我说了算。哎，老太太，我要是您啊，我就靠那沙发上颐养天年了。您又操心的命，那双手往上端，您都做不到佛龛上去。妈，明天我带您去医院复查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去包子铺帮忙。那你早点回来啊。行，听你的。你怎么了？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不能。难道你是为了那个男人吗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之前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总结，我觉得都是对的。我们一点都不合适。难道你这一辈子都不能原谅我了吗？老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答应给我回上海好吗？我不回去。你别撞了！你不要再撞了！放开我！你别撞了！我来之前，你可能说服不了。我回来要见你一次。你别撞了，我求你了！我跟你回上海不行吗？谁？我。你小子怎么回事？电话也不接。你想杀谁呀？你够狠的。这家伙到底怎么了？别烦我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肯定遇到伤元气的事儿。来来来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我靠，死了！走啊！起来起来，别再碍手碍脚。你让我帮你擦碗的，这干也不对，不干也不对，你要我怎么着啊？我能把你怎么着？我就把全身的劲儿都使上，我也拼不过你们母子血缘啊。
丫鬟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把自个儿都给你了，在这个家，你要是不护着我，那你可真没良心。那我也都给你了呀，我还能怎么着啊？你给我什么了呀？怎么着？我让你娶我，你能娶吗？耀辉，哎，耀辉，来了。妈，怎么了？干嘛呀？你以后少跟他腻乎，小心沾了一身烟灰。妈，我俩已经。那事儿不能算数，又不是你强迫他。周瑜打黄盖，啊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这事就扯平了。咱家一丁点都不欠他的，thank you.
你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带上，帮妈把那个社保卡给办了啊。嗯。上午请个假啊。你干嘛去？出去办点事儿。那你可以早点回来啊，店里没人不行啊。好。真的要去结婚登记处啊？是啊，我跟牛大明约好了。你这个决定是错误的，是绝对错误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就看你怎么想。是牛大明一身的毛病，可人家愿意娶我呀，愿意跟我过一辈子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我想什么呀？婚姻这种事，想的越多越难成。我可不是活在梦里的那种女人啊！我要过的日子，那就是柴米油盐，围着老公、孩子团团转。谁能给我这样的日子，我就跟谁结。那你以后还来店里上班吗？不来了。那不行啊，店里离不开你。只有店离不开我吗？我也离不开。我找人算过了，今天是我的好日子，我必须把证领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你要是走了，那这店真就没法往下开了。又不是我的店，想要给你呗。啥话，天魔？不是，你看看，你赶紧去登记一下。你跟公司说了吗？说了，经理给了我20天的假。啊，无所谓了，在上海找的工作，就把这边的工作给辞了吧，还管他什么假不假的。盛发，你跟家里说了吗？等到了上海再说吧，现在说了反倒麻烦。嗯，这样也好。我去趟洗手间，我陪你啊。不用不用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从片子上来看呢，咱们这个病人啊不适合做开颅手术，如果开颅手术对他的那个脑干细胞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呢，我建议是保守治疗。李医生，您的意见呢？我同意你的意见。关医生，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手术可以做，为什么呢？怎么了？看什么呢？走吧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你这个放上去吗？啊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咱们11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到上海了。到了以后，咱们先把房子好好收拾一下，然后我跟公司请个假，咱们旅行结婚。哎，你想去什么地方？
马尔代夫，我觉得身体里有一个地方空了，空的人非常难受。哦，可以啊，随便你。看样子他真是铁了心了，连一个信息都不发。男人就是这么狠，说跟你断，一咬牙就断了。今年咱们先贷款买个房子，两年以后咱们再贷款买辆车。哎，你喜欢什么牌子的车？吉普。啊，吉普啊，我也喜欢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喂，我来送你啊。来不及了，车都已经开了。往窗外看。看到我了吗？我看到你了。你记着，脚在你自己身上长着，如果你过得不好，赶紧回来，我时刻准备收容你。你都要去深圳了，你还怎么收容我啊？我这个人太懒了，我不愿意动电。规定见证你是如何撞南墙、如何回头的。我恨你。我还你三个字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你必须要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要走。那你要不要？我要。你下车。谁打的电话？是他。啊，我帮你泡杯奶茶去，赶我回来啊。我不能再徘徊了，我很清楚我现在心里究竟爱的是谁，我要和他说清楚。不能和你结婚，杨秉超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你我都不想拥有的。我不爱你，我们不能在一起。感谢你的陪伴让我长大，你不用再来找我了。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爱情。我走了。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你什么地方。你这个人吧，又冲动又感性，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。你不就喜欢古梅那种类型的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，你喜欢他，你追我干什么呀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了。你这个人就是爱在生活上跟自己作对，在精神上越艰难你就越往前。那我喜欢你，那就是自作自受，心甘情愿。我听出来了，你这就是后悔了。后什么悔啊？我这是为人类做贡献，是吧？
你看，我现身堵了枪眼儿，那别人不就没有被你迫害的机会了？我看你这就是欠打啊你！我还没说完呢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呀。我跟你在一起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不用装孙子，爱谁谁。我想高兴就高兴，我想生气我就生气，这滋味除了在你这儿能找着，我还真没地儿找去。我也就这水平了，我想装我也装不出来啊，我只能找你做我女朋友。而且咱俩吧，不是那种单纯的男女之间的亲近，而是人以群分的亲近。你刚又说送给我什么呀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在电话里面你说要送给我的东西。哎，这咱就不要走那个形式了。不行，我要。你告诉我你要说什么。没听到啊。我爱你，我耳朵快聋了。聋了，我也爱你。上班了，我爱你。他养好了，咱给他放生了，也算积德呗。得了，捡回来一张吃饭的嘴，我吃他变成他吃我的。啊！哎呀妈，你有菩萨的心肠。啊，行，养着啊。账算清楚了啊。哎呦，你看这儿。啥都捡呀，这叫勤俭持家，学着点儿。我妈是罗刹的嘴，菩萨的心，懂吗？哦，看哪儿伤了？哎，慢点，别开斗气车。想欺负我门都没有，我要把他抄了我。谁敢欺负你啊？你想多了，就您这长相，您这身材，谁敢欺负你？不是自残吗？不是，你这是夸我吗你啊？你觉得呢？你怎么又跑这边来了？我请你吃饭啊，这儿有你喜欢吃的东西。你别逗了，这儿我最熟了，连个乡下饭馆都没有，吃什么呀？行了，别说话啊，安静，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明白了，靠边停车吧。我让你停车。腾远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们要是不认你是他们的不对，你要是不去看他们，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没让我回去，我就这么丧不打眼回去，我多没面子啊！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你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人，犯错的人是你吧？啊，你自己屁股不擦干净，还摆什么臭架子呢？你，我不是摆架子，
你先靠边，让我再想想，不行吗？想什么想啊！你这一想，四年就过去了。你说你爸妈还有几个四年能够等你？左转右转。左转左转。